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，震旦清姓氏圣观将妙序一著，附金刚经教刊记。本讲义已再版补足之本，与将居士亲笔原稿附校众刊。讲序：金刚经讲义，为姜卫农居士之遗著。死者在居士生前，既因病魔时扰，未刻写定，末后又因种种障碍，己至一事，是己无上甚深秘机，未可轻易宣露，亦众生福薄，未能养气大法耶？否则何以魔障重重，若是之甚也？于与居士缔交二十余年，知其一生持诵金刚经，读具心得，假须之下向之祈请，讲述大意，于就记忆所及者归而录之。居士愧然曰：主本虚心是我师，君自以竹而虚心若此，可谓名副其实。与其略不如为君详谈。而沈莲社同仁闻知此事，要求公开，遂移作社中正式宣讲，规定每周二次。晚间深坐，听者横数十人。于亦即席笔记。翌日，善陈居士任。数月后，居士已改正费力，不若自写，遂于每讲前一日撰数千字，必抄录。于虽仍有笔记，乃无暇整理矣。此法会始于甲戌七月，至乙亥九月圆满。稽稿一纸，居士以为尚需润色，并将初份所缺者补足，方可成书。同仁因居士在家问道之多，谋令辟进士供养之，彼专心撰述。李君和嘉熙连闻有事举，发愿独任经费，遂于护西租屋三间，右为卧室，中为佛堂，左为讲室，以处居士。其已言将此讲义撰完成。然居士每岁遇黄梅时节必病，病折数月。病月则又悯念南北死难众生，几见大悲道场，潜心超度。因此千言促未脱稿。于与误时偶问此，居士不愿人之督促者，于知其意，遂不复问。误引手下居士复事集，未纳不书。于每隔二三日往审之，见其病势较往岁未重，身未忧。是年五月，既然往生，家人来治丧，纷乱之中，即失此遗稿所在。于即使人便秘得知，携回检视，皆未散片，前后间有错乱。同仁已于有笔记，多促于不撰成之。但于已是凡从居士自撰讲义以后所记之稿，即未暇善正，当时之速写，日久视之，自积强半不能认。且在居士生前于之笔记，尚需似其改正后，方无错误。今贸然取序刀，亦有未安。古得一注，缺略不全，用以复印者亦多有之，何况此书已成十之六七耶？为复印必须编绘，余日无暇轨，搁置又数月。信居士之弟子周君清源发心任此，应以缺稿蔽之。不夜搜好，随时将经文汇入。而清源亦应在佛前发誓，待众生受罪，时时抱恙，不免做错。录写即办，又因意外波折，己至功亏一篑。至己卯之冬，始将全书录成。魔障如是，终成书亦于信矣。一日，于偶遇李君和嘉熙连于途，知其自香港来沪，
不久即去。因述此稿，已可复印。李君欣然，谓于云：“应废由渠人之，倘有人随喜，渠亦不愿独占此功德，留资于省心联社而去。是范古农居士，避难来户，寓于中，商得其同意，任教定之责。”遂得于今年六月应承。致书之内容。今生为妙发，前人所未发，随时只是学人切实用功处，皆过来人语。读者辗卷自知，无庸多赘，但述此书始末经过之曲折如此，是未续。民国二十九年六月，蒋维侨法明显觉写于因事斋。范序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般若经大部六百卷之一卷，文曰而一经，欲为经中之纲，良有一也。六百卷文，汪洋浩瀚，读者难知。此一卷文，加诵户晓，般若深意，数积红传矣。自古以来，解此经者，无虑百数。其具意见者，无论矣。其弃正义者，当以无者。天清施功德三论及僧肇智者嘉祥三书畏罪。嗣后宗乐憨山偶意续法诸师论著，各具精义，要不出于古著者尽是。然未有如魏农江老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之书甚渊博也。讲义发挥般若只记详且尽，又附旁通诸大乘经。其指导学者观照法门，布地禅宗之向上，净宗之一心，皆有所阐发而已。其由具法眼，发前人所未发者，则台宗判司经未通别兼缘，贤宗判属史教，而居士独判未至圆及顿之道。数不被经中所谓如来畏罪上乘者说也。他如经中文句云：如来，云佛，云世尊，云不也，云佛告须菩提等，为常人所忽略者，居士则能发明其甚意。请者省心联社应此讲义，于注教定得读其文，不禁欢喜踊跃，叹未曾有。至于依据古本考定义字，乐未定本，犹为千余年来思经之功臣矣。朗月黄寒之居士弥陀经白话解，常叹曰：读此解者，不读之弥陀经义，且能知一切经法。今于将居士金刚经讲义亦云然。自思讲义流通，我知者一展思编，不斥读于丁十百部也。今云一切诸佛及诸佛菩提法，
皆由此经出，不由张明教注者哉。教定既毕，应赞叹而谓之序。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，手下范古农河南进序。立言：依此书未将居士遗著复印公示，出版时因稿未完成，取讲居士显觉之笔迹，当时曾经将居士修正者补之。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再版时，所缺讲义已有讲居士显觉，将旧时笔记悉心校订，据以不入，遂成完毕。依此书分信解行政四大科，即据以分卷，以五重玄义为首卷，余分四卷，共计五卷。卷末附居士之教刊记及跋，依科判附于全书之首，彼读者便于检阅。依此书编绘出版时，由周居士清源人之，校订由范古农居士人之，并由蒋居士显觉、孟居士定常协同校对。依书中补缺之处，首行加一不字，以清眉目，将为农居士传，蒋为桥居士，姓江氏，名中业，字卫农，法名妙旭，晚年改名度，号定翁。于其所著中，或属幻注，或属观，随时取意，出无一定。先是本居江苏江宁南乡林阁村，因王富乐封公，世事二审，遂加焉。居士幼时即随岳封公持诵《金刚经》，终身未少辍。赴任无功，为前经巡历，有正身。居士以光绪人引举于乡，炫得闪用道。然仰至承欢，不乐事尽。任无功患游数十年，历干至暑，居士皆随善乡。事无巨细，毕恭亲之。居士中年丧偶，悟人世之无常，即潜心学佛，虽以父母之命续取济世，然在家出家，其志已早决矣。辛亥之秋，任无以年致仕，居士奉父母，自属反恶，执革命军心，家产荡然。毕的冬夏，出居武陵，后至上海，虽流离所委，艰苦备尝，而养清乐道，处之泰然。任无忠贞节，严密居士，不许再入仕途。居士谨受教，不敢忘。丁巳，任无公卒，居士于哀悔中，乘机劝母郭太夫人常斋念佛。戊午春，李宗大为君和尚师，受菩萨戒，尽力参究，颇得消息。时北五省旱灾惨重，居士受简兆南之托，携款北上，参加佛教筹赈会，放款十万，全户众。于今人之间，始与居士相识于沪上，至是又与相见于北京。是年夏，道友徐文蔚、梅光熙等延请关宗四弟贤法师北上开讲《圆觉经》，自讲义分给听众。然法师称性而谈，于讲义之外多所发挥，于因请居士及黄世恒述所每日笔记，由居士总其成，成后已成帝师。帝师印可，为取名觉清文记。时京师图书馆搜藏敦煌石室写经八千余卷，中多秘籍，须抓效力。于乃献于教育部，请居士任校理之职。自戊午契即位，先后二年，居士于残乱卷中，即
臣大臣到千金随听书一卷，晋明经及解关中书二卷。居士拔大臣到千金听书有云，囊文顿黄经卷中有道千金书十余卷，为大藏所译，即来图书馆，即取而阅之，无乱委托，机不可读，谓之爬书梯绝，排比连缀，并取众妇之卷，互刊一同，原据他书以效补者，其不可考者，则存疑焉。积八月之力，录成一卷，人却熟会复增相购得一残卷，所缺书文悉在其中。于是千年觅者，遂成完书。是知其搜集之艰辛，而时节因缘之不可思议也。其续晋明经及解关中书有云：此像从残万卷中，重视搜集，乃更寒暑尽的勘定成书，首尾玩具只间却一小段，不爱大体也。夫关中晋明经书，今犹 有闻者，仅一照注，然以此书往往此由加详，使知其已非原本，况复石门诸作此书被载，而又未知科解，且分书及其所谓及言其所谓言，譬如无上妙味萃聚而结之，取经用红玉之迷旨，此亦如是。一边之中